以呢，那么现在的这个游戏完全不一样了，就跟一部电影一样，就跟一部电影一样的话呢，它的配乐、它的剪接、它的颜色、色彩等等都是要是高规格的，所以这个歌曲也不能错过 ，OK， 也不能马虎。那么当然，这次个《七加二》的这个主题曲呢，可以说是由我们的这个游戏配乐大师、得过无数奖的 Jeremy Soule 来做的这个音乐，而且填词咱们中文词是我们都了解的姚谦、姚叔叔给填的词，当然。唱的歌也不能马虎，每人唱可能不一样，这位朋友唱出来的话呢，完全就是可以说震撼各位了。朋友们，这个歌的名字就跟咱们这个游戏一样，无惧此夜。朋友们 ready， 一起欢迎吉克隽逸。首歌看到这么一个可以说颠覆大家在网络上玩游戏的这么一个激战二的话，你有什么感受？你有没有给你了解一下这个游戏，然后给你唱的时候？对，当然有，当然有。
你是指对游戏吗？哈，对啊，整个的感觉、嗯、OK。 首先我觉得这个游戏简直就像一部电影。对对，我觉得不是我想象中的，就是像别的那些网络游戏那个样子，在今天我看来就是跟电影制作是一样的。所以我不仅期待我们的激战二，我还期待激战二什么时候出电影。我要拍，我要拍，我要当战士。You wanna be in the movie? Yeah. You wanna play the dragon? 你要演那个龙啊？Just kidding. Okay, I'll be the dragon. Okay, okay. 对，我是龙，我是龙。因为今天我过生日。哦、oh, ，真的？对，所以。It's a birthday.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们的朋友们呢，在激战二呢，也说也要因为你的生日，也要送你一个礼物。OK？ 啊，真的我有。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就是他我开走嘛，是吧？啊。这个是他们要做，仅此是仅此两步。他们在那个做完活动之后，跟他们 contact 一下。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多人想要的，因为就这一个设计的，就是由我们的 Daniel 大师呢亲自操刀、嗯，然后可以说是特别进口特制的一个模上去，仅此两台、嗯、，OK。对，所以还是我开走吗？之后我们那个活动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好好聊一下。王董在准备要跑，OK。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要送给你一个这个典藏版，因为这个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礼物。哎，好酷啊！其实里面好精致哦。对对对对，那这样吧，那你可以也跟这个长得很特别的一个怪兽来一个合照。来来。Look， 以后如果你要拍这个电影的话呢 ，Can you play him or her？ OK， 朋友们，要不要跟他说生日快乐？一二三。好，那么给我带来什么歌曲？带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很冲击的《即刻出发》。来，朋友们再次欢迎《即刻就一》，谢谢。直到你懂，无论
谢谢吉克隽逸 ，Thank you， 谢谢王叔叔，下期再见。